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个礼拜四的晚上九点收看祝你好运现场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杨琼怡。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要跟大家探讨的是探囊取经，谈的是有关于这个副睾丸取经以及睾丸取经的问题哦。那么首先先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欢迎彰化市博元妇产科的院长蔡丰博蔡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蔡医师您好。杨小姐你好，各位彰化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是，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蔡医师的个人档案。蔡丰博医师，资历博元妇产科院长，前长庚医院试管婴儿主治医生，荣登世界名人录，不孕症著作三本，获颁长庚最佳医师奖连续四年，赴瑞士、加拿大发表国际论文。是的，今天我们祝你好运的节目跟大家谈的主题是探囊取经哦。那么首先来请教一下蔡医师，到底男性朋友通常是什么样的状况哦，需要来做这个所谓探囊取经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当然是一定是射精的精液里面找不到精虫，所谓的无精症啊、所以有时候以前我们常常用五指西瓜在形容无精症，是，所以在无精症的这一群朋友，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手术来取精。但是相对而言，就是说在做手术之前，一定要先厘清他的无精症到底是不是可以取得到精子，因为有些无精症是开刀可以拿到精子，是，但是有一部分的朋友还是开刀拿不到。那这个可以事先知道，是，所以这个无精症的这个男性朋友并不一定说每一个人都是这一只精虫都没有的状况，有的还是有可以找得到。应该这样说，他在精液的检查里面的确是一只都没有，所以我们医院在说要跟病人诊断说你是无精症，这个是很谨慎，就是说就精液里面找不到，找不到半只，但是有的这找不到半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说他的睾丸里面一大堆精虫，但是射精的过程被阻断了，就阻塞型。那一种就是说它根本就没有制造，或者是说制造的过程成熟的程度终止了，或者是说造精功能低下。那当然这是有些原因是跟染色体基因有关，那有些是跟先天性没有输精管，或是输精管某些因素外伤了，或者感染或结扎，它的整个通路被阻塞了。对，是，所以像这种无精症的患者，他可能有分这种阻塞型的无精症跟这种非阻塞型的无精症啊、是，那么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是可以透过这个手术来取得到精子呢？大部分的阻塞型无精症手术取得到精子的几率是很大，那少部分的非阻塞型的无精症可以取得到精子，那这个当然关系到就是说，因为非阻塞型无精症有三种来源嘛，一种是史托利细胞增厚体，就是成熟停顿，一个是造精功能低下，那只有造精功能低下才有机会拿得到精子，那其他的机会就不大了哈。是，对。如果说这个精子根本就不制造，或者是说不成熟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对，没错，没错。是。好，那么我们有一段这个 VCR，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无精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要诊断无精症的确要很严谨，就是说你在显微镜底下必须没有半只，甚至连死的精子都不能有，只要有一只不管死活有看到，那就不能算无精症。因为你看到一只死精子，它可能你下次在显微期间可能会跑出活的出来。所以我们要诊断一个无精症，就像这个显微镜看底下就是都没有半只，完全没有动向，没有任何游来游去的精子，甚至连躺在那边奄奄一息的精子都没有，那这个我们才能够下无精症的诊断。那就我们医院的无精症的诊断很严格，就是说要有两个近视眼 A 看也无精症， B 看也无精症，那我们才会下这个诊断。因为要告诉一个不孕症病患说你是无精症，有时候是会有很大的打击哦，尤其是一个男生吼，虎背熊腰，然后你跟他讲说你没有无精症，因为常常这种精子的有没有，常常在我们华人社会被赋予一种好像男生的一种雄风的一种同义名词，对对对，无精症对他来讲简直是比淹了他还难过，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他讲无精症，有时候病人会当场会翻脸会翻脸对，就是可能他们打死都不想承认自己是这样的状况。可是我身体很想用劲啊，那有太太也会帮腔说，吴先生看起来很健康，怎么会无精症？是，那其实不管男生女生，生孩子能力跟健康要脱钩来想，
生孩子有人不一定等同的，对，有的人可能奄奄一息，可是他很会生，那有的人可能虎背熊腰，可是他就是不孕症，所以生育能力跟体力这是两码子事，两回事的哦。是，那么像这个无精症的患者，我们通常需不需要，就是说除了我们透过这个显微镜底下去看啊，检查这个精液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检查的？通常我们检查精液没有精虫，那的确这个诊断是确定的，那再来就是要抽血，然后再来摸一下它的睾丸的大小哈。嗯哼，因为我们在记得在第一集第二集有跟朋友介绍，就是说你的睾丸如果是在你在洗澡的时候你手 OK， 你的睾丸可以跑过去，那就是无精症，没有造精功能。你如果说你的睾丸一边过不去的话，就是比如说右睾丸或者是左睾丸过不去的话，即使是无精症，你这里面还是有精子。嗯，所以我们就会，就我们医院的话，我就会戴起手套帮这个先做个触诊，是摸一下睾丸的大小。如果说小的像花生米，那大概就是没有精虫。嗯，一般男生的睾丸的大小有点类似，好像我们在吃那个给卵混其实差不多大小，是差不多一颗类似。虽然没有像荔枝那么大，但是也差不多比例是差不多0.7大小。嗯，所以如果说够大的话，代表说它里面是可能还是有精虫。对对，所以像泌尿科他们就以前有一串的那个木头做的，由小到大的那个精子那个睾丸的大小去量，量，那用这个大小去估计说它这有没有造精功能。是，对，那所以睾丸的大小的确是相当程度能够反映它造精功能。那当然抽血了，抽血要看什么呢？就抽血，我们因为。我们抽血会看三项荷尔蒙，睾固酮，LH 跟 FSH， 那这三个我们通常就可以判断。那有时候我们医院还会抽一个阻断素 B、inhibin B， 那这四个报告出来，我们就可以判断说这个男性朋友，值不值得开刀去取精？有的报告出来，我们就觉得没有机会。那有时候我们还会做染色体的分析，因为无精症有时候如果是，男性不孕里面有5.14%由染色体所引起的，那如果说无精症的话是15%是由染色体所引起的，所以无精症我们通常会建议他，你做个染色体分析，是不是第七对体染色体有逆转，或者是说 Y 染色体有哪一段不见。嗯哼哼，那因为无精症 Y 染色体的造精功能是某一个区域是蛮已经研究得很透彻，我们会看到的是 A 段还是 B 段还是 C 段不见，那如果说 A 段不见了 B 段不见了，那就不需要去开刀，那开刀拿不到。如果是C段不见了，那开刀就有意义了。对，嗯嗯，是。所以要检查这个无精症的话，就是必须要透过刚才我们讲的这几种方法，检查精液，然后抽血检查荷尔蒙，还有看一下这个睾丸的，摸一下睾丸大小，然后触诊，然后摸一下睾丸的大小，然后必要的话做染色体检查，这些都是我们要检查这个患者是不是无精症必须要做的一些检查。是。那我们今天要谈到这个手术取精那么像这种无精症的患者的话，是不是所有的状况都能够靠这个手术取精来解决呢？无精症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手术之前一定要评估，我们看一下 VCR。是，第一个当然就是 VCR， 我们看一段抽血，那这个抽血是抽丈夫的哈，有时候我们说啊丈夫为什么抽血，因为要看一下他的造精功能如何，因为造精功能抽血就可以知道哈。那如果说抽血出来有一部分无精症是抽血出来还是可以用排卵药来做一些刺激，他有时候、就是、男生是排卵药，对对对对、哦、有一部分的人是可以这样子做，是，那抽血可以知道他无精症的状态如何，那这个抽血如果说病人允许的话也愿意的话，我们也会帮他做一个造精功能的染色里的细部分析。嗯，因为造精功能无精症在遗传学家他们在看的区域非常明显，就是看 Y 染色体或者是第七对染色体，或者是看所谓的纤维囊化基因有没有问题。那再来抽完血之后，再来就是摸睾的大小，这里不便秀出来哈。那如果说这次评估的证实就是说开这个刀下去有把握可以拿得到精子的话，那就一定要做试管婴儿，因为这种手术取精的精子数量很少，没办法做人工受精，也没办法做自然同房，所以有些病人常常说蔡医师，我可不可以手术取精这个精子做人工，那我们通常会婉拒，因为拿出来精子
太少了，就已经很少了。做人工受精一定是100%失败。那有些病人就是一来就是说怕输卵婴儿，后来也是怕花费了，是。所以他们希望说啊，可不可以取精？既然拿到精子，我做人工，可是。那个量真的是不够做人工受精，是，所以如果说这个手术取精出来，就是最好还是做这个人工受精，它的成功率比较高。试管婴儿，试管婴儿哦，人工受精它人工受精没办法做，没有办法做，因为人工受精至少每次需要1-2千万，那这种抓出来的精子都是一只一只这样算的，简直是非常珍贵的，锱铢必较的。我们来看到 VCR 是。所以这个一定要做。那如果好了，那接下来就是说打针。那有一部分的无精症可以打针，还是有机会，不过这个几率不大。那再来就是说，像往下我们要示范的，就是说好了，我们也证实说她的丈夫可以手术取精拿得到精子。那这打针是打太太哦，对对对，就是打排卵。虽然这对夫妻是无精症要做试管婴儿，可是苦的还是太太。对对，因为打针也好，麻醉啊，取卵手术都是他。哦，所以丈夫了不起就是又在取卵当天那挨一刀。那如果说护睾丸取精几乎没有伤口，是护睾丸取精就是拿一个那个蝴蝶针一吸就一堆。所以护睾丸取精才会有伤口，对对，那护睾丸可能就没有伤口。对对对，不过就我们医院的睾丸取精也好，护睾丸取精也好，其实开完病人还是可以走着离开医院，开车不成问题哈。嗯，对，是好，所以这个部分哦，就是说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的不孕症，其实比较辛苦的还是太太哦。其实。再怎么样，到后来账都算到太太的身上去。对啊，对啊。无精症造成的男性不孕，结果受苦的还是太太。还是太太。对对对对。是好，那么所以这个第三个步骤哈，就是太太还是必须要打针，打排卵针。对，她要被迫进行试管婴儿疗程。对。因为什么说呢？因为拿出来精子不多嘛，所以势必要每一个精子都用得到。那这种过程只好把太太的卵子拿到实验室，然后一个一个强迫卵子。来受精，那这个一定也是一定要用到单粒间充血为注射，对，是好。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步骤哦，就是要这个取卵了嘛，哈，对对对，是。那这个先生要取精也是在这个同时嘛？对，就我们验的话，就是说太太可能比如说8:30取卵，那丈夫取完卵之后，丈夫就跟着取精，是。所以因为你取出卵子6小时就要做受精的动作，所以取卵完之后，丈夫就跟着进开刀房。所以常常会，我们医院常常是太太麻醉出来，麻醉，那丈夫要进去。是。那等到丈夫出来的时候，两个就躺在那边，一人躺在床上，对对，互相安慰。那再来就是3天之后把胚胎植入。我们看到 VCR。是。好，那这是太太先取卵。那取卵再来，丈夫就要取精。那取卵太太需要麻醉，因为要一个细针到卵巢里面去取卵哈。那这是我们医院的取卵的一个流程。那丈夫的取精就不用这么麻烦，就我们医院的取精手术是局部麻醉，所以我们的泌尿科医师常常会一边取精一边跟病人聊天，说一些有的没的哈，就是减少病人的焦虑。是。那聊东聊西的。那这个当中就可以很顺利的把精子取出来。我们等一下会有一段影片给大家看。那是护睾丸取精很简单，而且通常没有伤口，就是蝴蝶针吸一吸就会吸到。护睾丸取精取出来的那个品质几乎像射精一样，也是白白的哈。但是睾丸取精取出来就血淋淋的，因为它是把睾丸切开来，然后一条一条抽出来送去实验室看有没有精虫。是。那有时候拿出来是精管，还要拿盖玻片。练鬼把那个精虫，不晓得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的，那小时候在纸底下常常哈，地哥来对会藏泥鳅嘛哈，是，那所以那个精虫就在那个气息精管，所以我们要用那个带波片把那个精虫这样子挤出来，对，改验出来，验出来，我们看到VCR，是，不过这个都是属于实验室的工作，我们来看一段这个副睾丸取精，那这是睾丸取精，睾丸取精因为比较血淋淋，所以我做了一些马赛克的处理，是，简单的说就是说把阴囊的皮割开，那睾丸是白色的，银白色，它有一个鞘膜，那再割开鞘膜，然后一挤就好像你在吃龙眼后奶昔就。剥出来啊，那个泌尿科医师手就握着，这里会鼓着一个睾丸，那他就因为很胀满嘛，切开来，那他们通常
受过训练的密纳克医师他都看得到说他好像在挖，好像在探油田哈，因为他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有照镜功能，他们一看说这里可能有，这里可能有。是我问过那个密纳克医师，他是说黄色的比较有，所以他们好像探油田，哎，这里挖一下，那就赶快送进我们实验室。所以说有精子，那就手术就结束了，那一块就够了。那没有精子，那再挖，再挖。这个右边搞完。找完找没有，再找另外一边、嗯，所以有点像在挖油井这样。对，所以这个取精的手术是必须要透过泌尿科的医师来执行吗？对、哦，常常有些病人说啊，蔡医师不是取精不是你做，因为我们是属于妇产科医师，那是男生的生殖器官我们不熟，而且泌尿科医师还不是随便就可以取精哈。哦，像我们医院的泌尿科医师取精这位医师，他本身还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去受训，因为泌尿科医师是一般熟悉的是比如说肾结石的肾癌细胞这一些啦，膀胱啊这些，那真正要开刀搞完起见，这是一个很细的动作，所以这是要对这个部分有专门研究的，对，它是一个显微手术，对，他知道说哪边可以取，所以国内有到国外真正去接受这一方面训练的泌尿科医师不多了，是，对对对，是，所以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方式。因为验孕所这一条路的泌尿科医师不多，我一个同学他是在台北中正总泌尿科，我就一次就问他说，哎，你们为什么泌尿科医师这么少，你要走这一行？是因为他们认为说好像比如说他们取了精子，然后病人怀孕了，他们不会，这个病人不会想到说是不会想到是泌尿科医师的功劳，他们还是会把功劳归在妇产科医师，所以他们觉得没有成就感。是，不过这个还是要靠泌尿科的专业医师才有办法来做这个睾丸取精的一个手术的啊。是，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段影片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副睾丸取精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副睾取精就比较easy了，就是他用这里有一个蝴蝶针哈，我今天本来要把蝴蝶针带过来，那蝴蝶针很细，然后那个副手就把蝴蝶针保持一个往用一个针筒往后吸，就造成一个负压。那个泌尿科医师他就扎到副睾，有的话就很快就是很白色的那个精液就会流向那个蝴蝶针里面。我们知道睾丸需要麻醉吗？不用，不用。要我们验的话，这是属于局部麻醉的。是，像我们泌尿科医师，他可能是美国训练的因素哈，他就是我要在哪里取精，我就要在那个地方麻醉。哦，当然了，有一些医学中心，他们副睾丸取精、睾丸取精还需要做全身麻醉。像我了解的几家医学中心，都是要经开刀房，请麻醉科医师麻醉。那我们的泌尿科医师他功力超好的，他都自己来。是，而且他病人都很整个过程都很清醒了、对，那你看那个有一盘一盘的那个就是吸出来，我就赶快送到实验室去，是，那就培养皿、去找。那通常如果宿管几间的话，通常一抽就一大堆的、甚至多到可以冷冻。冷冻就是说这次如果万一没有怀孕的话，你下次再把副管几间的解冻来用，就不用再对，而且副管几那个精子量会比较多。就假如睾丸是工厂的话，副睾丸就像仓库，你睾丸做出来的这些成品会到副睾丸去存放嘛？所以工厂的存量会比较多。不是睾丸，你去睾丸拿的时候，有时候会拿到一些不成熟的，或者是说量比较少了。是，那你副睾丸仓库可能就是都已经是产品是 OK 的，对了，所以一般就搬、会搬一大堆。对对对。是，所以这个是副睾丸取精的一个部分了、对。好，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彰化市博元妇产科成立于民国84年，至今服务乡亲11年，拥有良好的医疗环境、专业医疗团队和医疗仪器设备，提供不孕症的各项检查及治疗，是卫生署核准的人工协助生殖技术单位。医院已获卫生署核准成立的试管婴儿单位以及各种不孕症检查仪器试管婴儿研究实验室，帮助了许多不孕症的患者朋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博元妇产科蔡宏博医师。
国医妇产科提供全方位的不孕症治疗，包括精液分析、精虫抗体的分析、精液的洗涤、冷冻胚胎、单粒精虫显微注射、胚胎的培养、囊胚及胚胎的培养、无精症的显微手术起精，所有不孕症的治疗，我们都有这项技术来帮你预言渴望。国研妇产科不孕症中心有卫生署所规定的各项技术跟仪器，包括精液分析仪器、显微镜、单粒精虫显微注射的高技术、高科技的显微操作仪，以及量身定做的胚胎培养箱。这一些仪器都在卫生署合作的情况下，为各位不孕症的病人服务。对院长蔡峰博医师与副院长陈昭文女医师来说，上门来看诊的病人求子之心，是他们行医做试管婴儿医学研究的最大动力来源。他们遇到过很多不孕症夫妇和求子路上非常辛苦的夫妻们，每个求子故事都是支持促使他们行医做研究的最大动力和力量。是博元妇产科院长蔡峰博医师，副院长陈昭文医师，专治不孕症，地址在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92号火车站旁，电话04-7260-678，博元用心，使您更安心。欢迎观众朋友回到祝你好运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跟大家谈的是有关于睾丸取精以及副睾丸取精的一个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彰化市博元妇产科的院长蔡峰博蔡医师。好，那么继续的我们再来请教蔡医师哦。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手术取精的方式现在主要有两种嘛，一种是睾丸取精，一种是副睾丸取精。那么听起来睾丸取精好像比较的麻烦一点，副睾丸取精好像比较轻松一点哦。那不过这两种手术哦，应该要怎么样来选择呢？什么样的病患适合什么样的一个手术？这还是由泌尿科医师做专业的判断。常常有时候我自己的评估是，它是阻塞性无精症，抽血看起来也是理论上在副睾丸可以拿到精子，那我们泌尿科医师有时候就是抽不到，那之后被迫开刀进去，所以有时候是副睾丸取精取到一直取不到，那只好开进去了。哦，对，是。那如果说他一开始就，因为泌尿科医师他如果有受过训练的话，他摸得到睾丸，摸得到副睾丸，甚至他输精管他也摸得出来，所以他事先都会评估说这个病人他要副睾丸或睾丸取精。是。不过有时候他的评估有时候会突锤，就是说，他觉得副睾丸鼓鼓的，他们常常说，这个粑粑哈，就是应该这里面有很多精虫，结果老是吸不到，那吸不到只好被迫就，好像你仓库搬不到，只好去工厂去搬了，对、哦、对，是，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了、哦，对，是。那么做完了这个取精手术之后，接下来的动作呢？就是把精虫跟胎胎卵子做一个配对，单粒精虫注射，我们来看到 BCR、这个一定要做单一精虫注射，一定的，因为精虫不够、因为你一个卵子如果说要自然让精子缩孕的话，在传统试管研究要10万只精虫，哦，那这种取精不可能取这么多。对，看到 VCR 是，那我们取到之后就赶快拿到实验室去用显微镜去找，这样找的话就是说有没有看得出来哈、那有时候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说用盖玻片改验轨，看能不能把那个精虫赶出来，因为
有时候有些精虫它是躲在那种气息监管里面，那我们就把它验轨，就是把好像我们小时候在玩那个地沟里面的泥鳅把它赶出来。嗯哼，那像这个无精症这个病人，他拿到有在精虫里面看到很多在浮动，那其实是红血球啊、哦，不是精虫。就有这里有看到三只精虫，嗯哼哼，那有看到精虫就可以做的、哦、对对对，是。当然这种看得到精虫要去抓也不是那么容易抓，所以这个还是要实验室的技术员他们去经过一些特殊的技术把它离心或者做一些高难度的一些动作才能够取得到精子，对。嗯哼哼，是。好，那么现在的这个取精手术，刚刚蔡医师有提到说目前都是所谓的显微手术，是不是？对，显微手术，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敢说这一次做下去病人是一定能够怀孕了哈、嗯、所以我们要保留说他下次也许需要在第二次开刀的这个可能性。那搞你切过去这边有如果说你开的这样子，我们在手术网上就说会干会塞塞，就是血淋淋一片的话，有时候你缝合起来这个地方就整个纤维化，要开刀不是那么容易、哦、是。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越细腻越好，尽可能在整个过程不要很伤到睾丸，也不要太过造成血淋淋，或者的话将来这个地方就再也挖不到油田了。嗯哼，你们看到维西亚是，对，那这是把拿到精子注射到卵子，这是单粒精虫显微注射。睾丸附睾几间是一定要经过这个动作的，因为得来不易，而且也为数不多，所以势必要透过单粒精虫显微注射才有办法哦，就是把一只精虫，那精虫就在管子里面进去了，嗯，就这样子，所以一定要透过这种技术。所以，假如在1993年之前，这两个技术都不会有嘛，没有单粒精虫注射，那更不用讲附睾几精，因为附睾几精睾几精出来，精子也不能做，也看得到精虫也没办法就是了。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1993年之后才陆续，因为单粒精虫显微注射的引进，研发再加上澳洲那时候用附睾丸做出是全世界第一个附睾丸的试管宝宝，所以那时候叫做SMART 宝宝嘛、啊、SMART S 就是这整个是一个附睾丸起精吸起做出来的宝宝。嗯哼，那后来全世界就学澳洲摩纳奇大学他们这样的做，那就是蔚为风潮。现在几乎我想在一些规格化的试管婴儿中心，这个应该是不难的。嗯哼哼，是。那么像这种显微手术取精这个取到精子比例有多高呢？那么有没有哪几种是比较容易取到精子，哪几种是比较不容易去取到的？的确，就是说，在我看美国康奈大学，就是我常常会看这家中心的统计，因为毕竟它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哈。无精症也不是说那么有把握说开刀进去有精子在那边等着你去拿得到、嗯、要看它无精症的来源。我们说过就是说无精症它的原因如果是来自于染色体哈、哦、像有一种无精症哈、哦、就是长的这种病人有时候进到我们诊间我们一看就知道，而且都通常我们看他都要抬头看，因为他长得很高哦，人高马大，就是长得比一般人高、嗯、那手伸出来的时候这只特别长，那就是47XXY， 就是他是男生，外表看起来男生，但是有点男性女乳化，那这个手长脚长，那也长得蛮高的，你会觉得说哦，这是不是打篮球的哈？那就是47，他的染色体一般男生是46XY， 他是47XXY， 多一个，那这种拿得到精子的几率很低很低，这是一个，所以如果这种的话，我们会鼓励他说用精子银行。另外就是说无精症，如果说我们事先的评估也帮他做了染色体分析，发现说哎，他的染色体，我们知道无精症有 ABC 这三个区域，他如果说 A 段不见了或 B 段不见了，这个事先都可以知道，那这个你去取精拿不到的。嗯哼，那如果 C 段不见的话，那他只是造精功能低下，这个有机会拿得到。是，所以在美国康奈大学他们认为说在 C 段切除的话，他们有60%-70%可以拿得到精子。那如果 A、B 的话，他们也应拿得到。这很奇怪。就我们验自己的经验是 A、B 这个，即使病人很坚持要求，我们也开掉进去，我们的经验是找不到。
那美国康乐大学，我看他的那个教会书找得到这个赛事，不晓得是他们的秘诀在哪里。嗯哼，是，对，所以这个要做这个手术取精哦，之前一定要评估的非常详细。对，其实，在无精症我们在开刀之前，如果说你事先的评估做得够专业、够仔细的话，像我们医院一定是抽血、摸睾丸大小、染色体分析、精液分析这四个报告一整个一对交叉比对，就知道说这个病人他到底是要用自己的精子生孩子，还是要跟我们医院借精子银行。嗯，对，那事先都可以一目了然。对，是。嗯哼，那蔡医师请教你啊，像这个不孕妇产科哦，做就是说这种无精症哦，做这种取精手术的案例多不多呢？那他们就是这样子生下的宝宝健康吗？还蛮多的呢。其实常常我觉得我们在门诊跟病人说你是无精症，他病人就是有时候甚至嚎啕大哭。那我们有时候会反过头来安慰他说，其实无精症比我们想象多得多。是，无精症的患者到底有多少呢？无精症在不孕症的患者大概在不孕症的患口里面至少占15%，很高呢。是，所以我最近才有一个台北又来找我，也是一个无精症。那台北那边的检查都 OK 了，就是他是可以取精的，取得到精子的，那就是来找我们要做睾丸附睾取精。所以无精症的人在的人口比例其实比一般人想象的多得多。嗯哼，所以一般人就觉得说啊，怎么会无精症，是不是只有我有，好像觉得好像就拍谁啊，自己好像是很丢脸。其实不会。我们院里有两面墙都是试管宝宝的照片，那里面很多都是无精症透过我们医院的睾丸附睾取精生下来的，生了龙凤胎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取不到，就是被迫要做精子银行的哈。那你提到就是健不健康哈，目前为止我们医院追踪的这些无精症取精生下来宝宝都还 OK 了。那国外的报告也证实这一点，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没有特别的余力，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假如这个丈夫的无精症是由基因而来，嗯，那他是可以取得到精子，那他取得精子生下来是男生男宝宝，是，那他极有可能会带着爸爸无精症的这个基因下去。哦，所以有可能这个无精症的这种爸爸会遗传。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下，我们事先就会跟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如果是男生，你可以取得到精子，你可以生宝宝，生女生就不用担心，没事。生男生的话，他有可能会跟你一样，将来还是要做试管婴儿，就是说你的儿子娶你媳妇的时候，将来生你孙子的时候还是要要去伤脑筋了。那但是会因为这样的问题就不要这个宝宝吗？哦，没有，还是说在做这个手术取精的时候，通常不孕症的压力会远超过，因为20年之后我们常常会跟病人说儿女自有儿孙福嘛，哈。20年之后的科技谁知道会怎么演变，何况最近有一个我们注意到说，最近全世界的科技有一个叫做干细胞，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肚皮的那个肥油把它转变成精虫啊，真的吗？就是我们的肥油里面有干细胞，骨髓有干细胞，这干细胞我们可以用一个分化让它转变成人造精子、人造卵子，所以这个我预期大概10年之后就会用到我们的人的身上。所以将来无精症或者是没有早发现卵巢衰竭的无卵症都可以用人造卵子、人造精子。对，所以这个未来的医学科技是指日可待的。对啊，所以你不用帮儿女去担心，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科技啊。对啊，将来这个基因都可以改造。对，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放心的。是，好，那么有没有可能说这个手术哈取不到精子，然后需要借助这个精子银行的这个案例？有，就是说我们事先评估，有两种情况，就是说我们事先评估知道他取得到，可是因为我们毕竟取精不是我蔡医师，是泌尿科医师，有时候泌尿科医师他怎么取都取不到，这有可能是。那这时候像我们医院无精症要取精之前，我们都会帮他准备一个血型配对的精子银行等着，那他们事先也同意，就是说万一我取不到，我要用精子银行，那他们就进去，取不到的话他们就当场决定，这个当然就事先都要跟他准备好，是，那他们也先同意书，不能说取不到当天才要他做这个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很困难决定了。那也有一种病人，就是说事先我们评估取不到精子，但是他还是想要试试看，想要试看看，那就是也取不到。我们病人，我就碰到一个病人，就是取不到，
那太太已经取卵子十几二十颗在那等，那丈夫怎么取也取不到，那出来以后两个夫妻在我们医院抱头痛哭，那实在是也蛮心酸的。是，所以也不晓得怎么从何安慰起，因为他们事先就跟我讲说取不到，他们宁可没有孩子也不要。用精子银行，就是对，因为好像用精子银行这个爸爸，毕竟好像是生别人的孩子，对啊，就不是这个爸爸，不是他们这个家子的一个，在我们中国人就是说香火的延续，就好像失去那么一点意义，所以他们就宁可说啊、我不宁可无后。是，对对对，既然要这样，我不如这样泼起来。对，意思也是一样，啊、因为跟这个丈夫这边是没有血缘关系。不过我也碰过两个案例，就是说一样无精症，当天同时起经，那两个。都取不到，那事先第一对就是说他已经答应精子银行，那第二对他已经不打死不用精子银行，好，那都两个都取不到，因为泌尿科一起经都取不到，就取不到哈。第一个案例就我们顺利用精子银行做了，那这一对夫妻看那一对夫妻，哎，他用精子银行，他就开始有点心理动摇，就打电话回去问他的公公，啊，他的公公说给我想半个钟头，那半个钟头，他的公公打电话来说不准。就是说我们家的香火不能用精子银行，所以这种发生在我们医院的无精症的有一些有趣的一些人性的那种，是还有一些传统，对对对对，很多人可能还蛮那当然事情我们都会跟病人规划好，那由他们自己决定，那有时候病人也会有一些人性上的思考，或者说香火上的思考，那这个当然就是说每个家庭每一个家族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这个我们都100%尊重。像我们做医师的就是说，我把事先我把你能够做的治疗的选择都摆在你面前，那你要什么你自己去选，由病人自己去选择，我们不会帮病人做，医师没有资格帮病人做治疗，是什么样选择，对对对，是。好，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先进行到这边，那么下个阶段呢我们会开放我们的现场call in电话，电话号码是726-4613 726-4613。观众朋友如果说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或者是有不孕症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蔡医师的话呢，都欢迎您在我们广告过后再打电话进来，我们先休息一下。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都是每一对不孕症的父母亲历尽千辛万苦才成功圆梦的结晶，博元妇产科和这些家庭们平常就维持良好的互动，每一年更会贴心地安排他们一起回博元妇产科，一同分享小朋友成长的喜悦。见面的这一刻，看到这些孩子们个个长得聪明、活泼又健康，大家都开心极了。大朋友开心，小朋友更是高兴地上台大秀才艺。博元妇产科是卫生署核准的人工协助生殖技术单位，不断地精进研究技术，提升诊疗设备。提供全方位的不孕症治疗，卓著的成效与多年的经验累积，成功帮助了许多父母渴望拥有孩子的心愿。看着大家甜蜜幸福的笑容，博元妇产科一切的努力总算有了最温暖的回报。是博元妇产科院长蔡峰博医师，副院长陈昭文医师，专治不孕症，地址在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92号火车站旁，电话04-7260-678，博元用心使您更安心。
迎您再回到祝你好运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探讨的是有关于无精症的问题哈。那么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彰化市博元妇产科的院长蔡峰博蔡医师。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的现场call in电话即将开放，那么观众朋友如果说对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主题或者是有关于不孕症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蔡医师的话呢，欢迎您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电话进来。那么我们的电话号码是726-4613-726-4613。好，继续的，我们再来跟这个蔡医师聊一聊哦。刚才我们谈到哦，整个这个治疗无精症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刚刚进行到所谓必须要接受这个试管婴儿的一个疗程，就是要做单一精虫显微注射嘛。是。那么做了这个单一精虫显微注射之后，接下来的程序我们用几段 VCR 来带过 ，VCR 可以看一下吗？是。做完之后当然就形成胚胎，就是像这个是第三天的胚胎，那也就是我们得之不易的精子跟卵子结合，三天之后就是要这种很漂亮的胚胎，就是等于是成绩单了哈。是，那就把这个胚胎放到子宫去让它着床。嗯，像这个胚胎很漂亮，我们就会打 A 级哈。像我们做这个手术取精哦，这个怀孕率的这个成功率有没有统计过？大概有多高？跟一般的传统试管婴儿其实是一样的哈、哦，是一样，就对，不低啦，就是还蛮稳定的，是、不会说因为取精取的精虫数少就减少它的成功率、还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只要是能够取得到精子，对，就我们验就是睾丸不睾丸取精大概。一次了不起两次就中奖了，哦、对，很要做到第二次、第三次的比较少。嗯哼，那这是胚胎放进去之后，14天验孕，小便有，再过来21天看胚囊，再过28天看心跳哈、哦。所以我们再看到 VCR 就是这个住进去之后，几乎14天我们就可以验那个收成了哈、哦。来看到 VCR， 那这个。所以奇怪就是说这型病人做很容易多胞胎、一来就是说因为不孕症是丈夫嘛，太太通常是 OK， 所以卵子会很多，是像这个 case 是四个胚胎就是四胞胎，嗯，我这里有四胞胎，那这个是到后来就被迫要减胎了。嗯，通常我们换胚胎的数量是根据病人年龄哈、那对对对，是。那像一般我们这个手术取精哦，取到的精子，如果说数量不是很多的话，通常都是会一个一个来做呢，还是说一次就是让它好几个？不是，我们如果说取到10颗卵子，嗯，那就拿10只精子来做单一精虫注射嘛。嗯哼哼，那当然，这个10颗卵子到后来植的时候不会。有10颗等着你植入的，通常有一些耗损，或者说胚胎分类比较不好，可能是8颗、7颗。那这个里面当中，如果说真的是很多都好的，那我们就先放3颗，其他的先冷冻起来。对，嗯哼哼哼，对，是。所以也希望说这个成功率会比较高一点。对，成功率其实在我们医院的经验跟统计中很高了。我们再看最后一段 VCR， 就是说你刚刚主持人问到，就是说看到 VCR。生下来宝宝到底怎么样，健不健康哈、那像我手中抱的这个是经由单一精虫显微注射副睾丸睾丸起见所生下的宝宝，常常在他们这个不晓得是不是满月，他们会抱着小孩子拿着提着满月蛋糕回来找我、因为通常就是得来不易，而且他们这种无精症的患者通常就是找了很多医师，那因为能够执行无精症治疗生孩子的医疗院所不多了哈、是，这个是像我们有医院这么有经验而且成功率稳定的医疗院所不多，所以到后来都会调到我们的手上来。那我们也的确用副睾丸睾丸起精缔造了很多可以说是奇迹的哈。是。所以现在其实哦，对无精症的患者来讲，其实他们不用再担心说啊，这好像是一种绝症这样子、对，那这些宝宝大部分我们都会建议他们做羊水穿刺。那目前为止，我们追踪手边的资料都是，因为这些资料都要上报给卫生署的公共健康局。是。那我们现在资料，我今天来上节目之前，我翻了一下，都还蛮健康的，身体都有追踪就是了。这一定要追踪，对对对对。好，那么现在接通call in的电话，这是秀水的蔡小姐，蔡小姐您好。
喂，蔡小姐您好。喂，您好。是。我想请问一下蔡医师哈，我结婚到今年已经第三年了，是。然后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怀孕，然后之前我去台中，我们有做过检查啦。那医生说我的部分是没有问题，可是他说先生的基因检查报告是没有精虫哎。精虫。那医生说叫我们要开刀取精。哎，你。他是要跟你做试管婴儿。嗯。对啊，那你有你先生有做过抽血的检查吗？没有哎。哎，那你先生有抽血看荷尔蒙或验染身体吗？没有，我们只有做那个基因检查。精液检查。如果精液检查无精症就要取精，这样子可能有点冒险，因为万一如果说事先的手术前的评估是取不到精子。这个可能还要再准备一个精子营养在旁边待命哈、嗯。你说你的部分检查都正常？都正常。那你先生只有一个精液分析无精症。嗯。那位医师有没有帮你先生的睾丸大小做评估？没，我们都只有做精液而已。我会建议你是不是有空来我们医院，我再重新评估一下你先生到底能不能取得到精子，因为手术也是对一个，尤其是对一个丈夫哈，有时候是一个精神压力很大的一个手术哈，因为要他去开刀房去处理一个无精症，有时候对他的男人的尊严很影响很大。是，有时候有的人是拒绝开刀，是不是你有空请你先生跟你一起过来，我再评估一下他到底值不值得开刀，有没有机会开刀取得到精子？那当然，如果说有评估起来是可以的话，那就值得开刀，是不是？如果说你那个医师都没有跟你做这些检查的话，我建议他，你们夫妻有空来我们医院做更细部的分析，因为看起来这个检查蛮简单的哈，没有说做很专业的细部的，哎、嗯、对。那不好意思，那我们有没有说什么？像我之前是月经第三天，先生跟我一样回去抽血。那先生如果要去的话，你如果说你有月经第三天的抽血报告带过来，我会帮你看一下你卵巢功能。注意说你先生任何时间都可以，他没有限制。对对，他随时可以过来，对。嗯，好吗？谢谢你啊。是，好，谢谢蔡小姐。所以蔡医师建议哦，这个蔡小姐还是要对这个跟先生在一起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因为光做精液检查对这个有点太过简陋了一点。因为我说过，就是说要无精症吃了四个检查，精液分析无精症。而且最好是两个技师也确定是无精症，再来是抽血验荷尔蒙看有没有造精功能，再来是染色体分析。那如果是必要的话，就是请医师帮他摸一下睾的大小，或是请病人回去自己做一下 OK 的这种检查。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如果说你真的是被判无精症，我会建议你很简单，就是说男性朋友，你洗澡的时候，你用自己的手比一个 OK， 这里有个洞嘛哈，那你把睾丸塞过去，塞不过去，那就是有机会拿到精子。是，一下就塞过去，那就没机会了。对，是，所以如果说自己真的是不好意思到医院做个检查，至少自己做一个这样的检查还是蛮简单的，对，可以做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了。那当然，如果说要断定是无精症，光做这个精液检查是太简单了一点。对，因为如果说没有做好很详细的评估。开刀进去找不到精子，有时候对于病人很难交代。对，是的。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哈，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蔡医师可以给我们举一个就是利用这种手术取精生下来这种小孩的一些有趣的案例？是的，就是说有一个病犯哈，他是无精，应该是这样子，他到处检查都找不出，就是一直检查太太了，就是太太都正常，但她一直都忘记起了丈夫。是。那后来最后一家诊所好不容易跟她先生做了精液分析，没有精子，那就转诊到我们医院来。那我们的评估是检查是，的确是无精症没错。那也抽血了，也染色体了，我们都证实说她的的确确是，可以取得到精子的情况。嗯哼。那丈夫当然就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会无精症？那泌尿科医师的解答就是说他有造精功能，他的等于是他的功能是正常的，但是他出路有问题。这工厂到连外道路没有这条道路，就是行不出去。他的工厂做的成品要到市面上来销售，一定
要卡车送出来，可是这条路道路没有了，没有高速公路。嗯，怎么说呢？因为它先天性的没有输精管，哦，就是卡吧。嗯哼，那这个还蛮多的哦。是。那于是我们就建立他做试管婴儿，那病人也同意了，那也一次就好像怀了三胞胎，那我就对。那就面临要减胎，那减胎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是说，因为它可能是染色体 CFTR 基因的问题嘛，那他就面临就是说，我到底要生男生女生？生男生，蔡医师跟我讲说，有可能会跟他丈夫一样，也会造成无精症。是。那后来他们想了很久，结论不看性别，就直接减，还好减下来是一男一女。哦。那这个男的。男的后来的羊水穿刺的染色体也算正常的，嗯，那所以逃过一劫。所以，不过在那处理那个个案的时候，病人就是反复在门诊这样子穿梭哈，就是在问我这个基因啊，生男生女生，那几乎是整个无精症的处理过程，他们都用得到，都参与到了，对。所以在无精症，我处理这么多的案子，的确就是说。丈夫这一边就是公公婆婆，他们会，尤其是公公，他对于要不要使用精子的指导性很强，嗯，所以他一通电话就会让他们本来要用精子婴儿变成不会用，是因为还是有这种传统的这种传宗接代的一个观念啊，是。好，那么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请蔡医师来帮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做一个结论。其实无精症比你想象多得多哈，那我们会建议，假如你被诊断无精症，也不用。怀忧丧志，然后也不用去急，然后其实在我们刚才讲这么多的案例哈，这么多的方法，这么多的科技要帮你一眼指望，真的不是梦哈。是，一你先确定真的是无精症，不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无精症被误诊。那第二就是说，摸一下睾丸的大小，抽个血，做个染色体分析，假如取精取得到，那就做试管婴儿，假如取不到那怎么办呢？还是要生孩子，要怎么办呢？那就是像有精子银行，像我们医院这样子有精子银行的，用精子银行还是一样可以生孩子。嗯，所以只要是你走到一个规格化以上的试管婴儿中心，要生孩子，即使是无精症，即使是找不到精子的无精症，也是一样可以一眼指望。是，好，所以要解决这个不孕症的问题哦，我们可以选择方法有很多。对，那么就是看这个患者怎么样来做一个选择了。对。是，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蔡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谢谢蔡医师。谢谢杨先生。那么同时呢，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四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祝你好运》的节目，我们再会。男性无精症其实比你想象的多，即使男性朋友你在精液检查发现没有精虫，你不用泄气，透过睾丸取精或副睾丸取精，你一样可以拥有生儿育女的权利。当然如果说手术取精取不到精子，你也可以透过精子银行来预言指望。所以男性无精症并不是绝症，透过现代的生殖科技，你要生儿育女并不是梦。